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2016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女子第一阶段第18轮的比赛，是由武汉安心100%俱乐部对北京首钢，这是双方的第一轮。大家看到刘诗雯，她的第一场的对手呢是刘源。这场比赛呢是在武汉市体育馆进行的。那么今天为了更好的介绍比赛，我们还是请到了大满贯得主邓亚萍和我来一起分享解说今天的比赛。刘诗雯呢，她世界排名目前第2位。刘诗雯，今年是以最高的这个转会费699万转会到武汉安心100%俱乐部。刘诗雯呢是4次获得世界杯女子单打的冠军，那么今年里约奥运会她是获得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套1-5。看的话好像两个人还没有完全进入状态，对，水平应该还是有很大的还是有些差距的。对，大家看到郭雨涵呢是一位年轻选手，我们看到他的比赛呢并不多。因为前一段时间啊，在这个卡塔尔的总决赛当中，丁宁呢是因为发烧退出了总决赛。那回到国内以后参加乒超联赛，他的这个身体情况肯定是对整个队伍的成绩有着很大的影响。所以今天大家看到派出的第一场是年轻的小将郭雨涵。第一局的比赛是11-2。确实还是有一些差距哈，是，而且对于这个小将来讲，好像整体来讲好像还没有感觉对得上这个速度，连速度还没有跟上呢，更不要说这个技战术的打法，整体好像还完全没有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大赛这样的一个紧张的一个状态里头。我们呢一般来讲呢，在准备大的比赛要提前预热，而且要让自己提前兴奋起来。显然感觉的这个小将呢，在上场之前可能也许是不是太紧张了，还是说今天没有准备得太充分，但给我感觉不够兴奋啊，上场不够兴奋，整个速度没有跟上。因为相对来讲刘诗雯的特点呢是速度比较快啊，节奏很快，那么对于这个小将来讲的话呢，他应该呢首先是能够跟得上这个速度，同时呢因为年轻他才更加有应该有锋芒才对。那么从第一局情况来看呢还没有看到，看看第二局是不是能够有所好转。刘诗雯的特点主要他个子不高，但是他速度特别快，对，速度很快，速度特别快，他力量不是很大，但是突然性还可以，对，老有正反手小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但整个今天就这个牙，让我们来讲这个牙没告上哈，这个没接上火，这两个人就这个年轻的队员显然好像这个完全跟不上，这个速度完全跟不上。
这郭雨涵呢，他今年只有16岁，2000年出生的运动员，才年轻。嗯，因为今天这场比赛可能北京首钢主要是用他的年轻选手出场。那么武汉这个队伍，安心百分百俱乐部呢，它是组建了2年的队伍。这个队伍是去年乒超联赛的亚军。我们看到现场还是有很多球迷朋友来观看这场比赛。那么今天的比赛，因为武汉是主场，武汉呢引进了刘诗雯，还有他的武汉籍的运动员冯雅兰，今年也转会到了武汉安心百分百俱乐部。看起来今天武汉的观众还是很热情啊，观众还是上座率很高的今天。那刘诗雯呢，还是要迅速的发动自己的状态，因为第一局可能小将还没有完全投入，像邓亚萍说的，但是刘诗雯现在想轻易得分也不太容易。我感觉这会儿刘诗雯稍稍有一点点松，因为对手显得稍微弱了一点，以后我感觉他这会儿打得稍微有点松。两方的整体实力的还是有相当的悬殊的，但是对于这个年轻的运动员来讲，就是应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很好的锻炼自己的技战术的能力，以及呢怎么样对世界顶级的高手啊，用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心态。而且这么一边倒，因为今天是武汉的主场，一边倒肯定是观众是这个绝对的支持这个主场啊，主场的队员，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年轻的队员的这种心理的压力也是巨大的，但同时也是很好的一种锻炼，磨练自己怎么样这种抗压的这种能力下，仍然能够正常的发挥出他的水平。梁颖，我觉得应该来讲，这个
郭雨欣、郭雨涵，应该来讲好像比这个水平应该再高一点，否则的话我认为北京队不会把他排出来。是的啊，但从目前前两局情况来看的话，好像没有发挥他平常的水平，应该再好一点，还可以再好一点。这个球是完全接发球，完全是送给对手在进攻的。嗯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心理压力过大了以后呢，造成了这个手法直接的这种变形啊。这个年轻运动员，我觉得像今天这样的机会，虽然水平上有差距，但是要努力的去发挥自己，抓住什么呢？爆冷的机会。水平差距大，但是也是能够爆冷最好的一个时机。最重要的，从这前两局来看，包括现在还和刚刚这分球，总是感觉刘诗雯的球都顶到他脑门上了。基本上，你看他这个郭雨涵，基本上这个球全部顶到他身上，或者顶到他拍子上，他根本没有击球的时间。所以他总是感觉这个球很顶很顶，说这就是高水平的运动员的质量，每一拍球的质量都是非常高的。对于年轻的运动员，这是最好的锻炼，非常漂亮这个球。好，小边，北京首钢呢是卫冕冠军啊，曾经多次获得乒超联赛的冠军，今年也是大满贯丁宁领衔。但今年这乒超联赛，他的目前的排名进入四强可能性已经几乎没有了。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北京首钢来讲，对于他本身这个队伍来讲，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名次上的一些，更多的是锻炼队伍，所以他派出年轻的队员出来。没错，但对于其他的几个队伍来讲，北京首钢的这场胜利或者失利有着很大的关系。对，要搏出来。对，年轻人就是要敢打敢搏，因为你有什么包袱呢？对于世界最优秀的运动员来讲，对吧，你没有任何的包袱，所以就是放手一搏，把平常的水平尽量的发挥出来。到目前为止，郭雨涵没有让我看出他有什么样明显的特点和明显的得分手段，这个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他可以说技术全没有这么全面，但他必须非常有明显的特点，他才可能给对方造成威胁。但从目前来讲，打相持他打不过刘诗雯，没刘诗雯的速度快，质量没有他高，还没有前三板，所以这个球他就很难赢。刘诗雯确实在综合能力和这个技术质量上要远高于这个郭雨涵。是。擦网，10-3。4-10。
这样刘诗雯3-0战胜了年轻的郭雨涵，为武汉安心100%拿到了第一场的胜利。好，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体育频道，收看乒超联赛女子第一阶段第18轮的比赛。那么今天，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两支队伍来讲是有不同的意义。那么首先呢，他们在第一次交手的时候是北京首钢，当时3-1战胜了武汉安心100%。但是今天在第二轮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呢，这场球如果武汉能够顺利取胜的话，武汉呢将会在这个第一阶段排名这个最后的成绩排在第二位，但是对于这个北京首钢来讲意义就不是太大。所以今天北京首钢我们看到，从这个今天的整个出场人员上来讲，因为丁宁呢只是打第三场的双打，他和盛丹丹，但是他没有出任这个前两盘的单打以及第五场的单打比赛。那么现在女子在这个第一阶段的前四名的争夺还是非常激烈，而且呢把这个最终谁能够进到四强，能够进入合肥参加这个总决赛，把悬念还是留到了最后一场球。那么现在的排名情况就是山东鲁能啊，这个队伍有朱雨玲、李晓丹，她现在是肯定稳拿第一，排在第一位，她是13胜4负。其他就是像今天的武汉和山东齐鲁交通这两个队伍，今天实际上是争第二的位置。那么对于北京首钢来讲呢，不管是输赢，因为他前面在第一阶段的小分来讲实在是太弱，因为他2-8-1，所以呢山东齐鲁交通包括这个武汉安心100%这两支队伍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四强，只是在争第二的位置。那么第四这个位置呢，就是81和深圳大学俱乐部在争第四名的位置。所以今天最后一场的比赛，其实同时还有其他的场次在进行。我想比赛还是不光自己要打，还要关注着你的其他的一些队伍的胜负的情况。昨天我跟戴亚平在这个北京演播室，我们也介绍男子第18轮的比赛，也是把这个整个悬念留到了最后一轮。那么男子现在目前呢已经真正的正式的产生了四强，分别是山东魏桥，就是马龙这个俱乐部，81大商樊振东、周宇这个俱乐部，另外呢还有小将梁靖昆领衔的霸州海刃俱乐部，以及上海中兴，就是许昕这个俱乐部。四强呢将会在29、30、31，在这个安徽的合肥来进行第二阶段的总决赛，还届时呢，希望大家能够收看总决赛的乒超的，应该说是最顶级的赛事。那邓亚萍，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女子的比赛，可能你觉得从这个年轻运动员来讲，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去放手一搏，或者是去创造一个奇迹，去展现最好的自我这样的状态来打这场球？确实是从刚才的这个比赛的这个画面来看呢，我们这个郭雨涵呢这名年轻的小将呢，我相信他平常的水平一定要比今天会更高一点，但是呢今天没有能很好的发挥出这个水平，我想呢也可能是因为今天的主场对于他的压力是巨大的。再一个的话呢，因为大家观众啊，包括叫喊声啊，包括对场地的这种适应的程度啊，都会影响每个人的发挥。但不管怎么样，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讲，我们对一个高水平运动员有这么一句话，叫技术全面，特长突出，没有明显漏洞。从这点上来讲，我们年轻的运动员还需要更好的提高。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场的比赛，是由冯雅兰对李佳媛。冯雅兰呢是武汉籍的选手，去年他是在北京首钢，今年呢他是又回到了武汉安心100%这个俱乐部。今年北京首钢呢主要是培养自己的年轻运动员，我想这每个省呢它是有一个4年的规划，就像我们参加奥运会一样，那么也是在准备明年的全运会，所以它大量的使用年轻运动员。现在李佳媛呢是95年出生，去年乒超联赛获得了冠军，但他可能不是最主力，目前的排名单打是10胜17负，排在第18位。
冯亚兰其实，冯亚兰这个运动员呢，也算是一名老将，他是90年出生的运动员，他打过很多比赛，去年代表北京首钢获得了乒超联赛的冠军，曾经呢也获得过德国公开赛的女单冠军。他的打法呢有一定的特点，他正手特别好，正手步伐进攻能力非常强，但是他的搏耳环节就是在他的相持，这个运动员就是这样，他是不可能所有的地方都好，肯定是有长有短，所以他的反应，但打球还是很清楚，对，很清楚啊，脑子非常清楚，这个发球意识包括这个跟板的意识非常强。我们看打球又看他的意识，因为其实打到这个水平上来讲，大家已经实力都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呢，一个拼的是意识，第二个呢拼的是心理素质，第三个是拼的是自我的控制能力，尤其到大的比赛当中，关键球的比赛当中，怎么样能够仍然把自己最好的状态能够发挥出来，是这个是对于一个好的运动员的很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所以从刚才这几分球来看的话呢，确确实实呢，冯亚兰呢给我看到了这几个主要的要素啊，都在他身上都有。很清楚，脑子非常清楚，而且线路打得很简单哈。有的时候呢，我们有的人特别喜欢打热闹的球，但是不一定赢球是他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打球真的是非常需要动脑子，漂亮，非常漂亮，直线，对。冯亚兰呢，他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他的技术呢也很有锋芒，正手非常突出，步伐跑得也很快。但毕竟呢，这个中国乒乓球队，特别是女队，人才太多了。所以有时候你还是要看你的机遇，你包括和你同一批的运动员，他们和你的这种核心竞争力吧。但相对来讲呢，我觉得呢，这个可能是在一个时期里头，可能赶上这几个最好的。生不逢时，有时候。但是呢，确确实实还是要看自己的实力。我相信，如果他要再能够坚持一下，能够再坚持到下一批，没准可能这几个他可能很难打的几个对手以后退役了，哎，没准他就有机会了。大器晚成啊，大器晚成，我觉得这也是有机会的。你看他的年龄，他90年和刘诗雯啊、丁宁啊，都是同一批选手。对，李晓霞都是同一批选手。他可能比他们显得又弱了一点。对。但是呢，他如果能够再坚持坚持，再完善一下自己相对弱的地方，那么我觉得呢，他还是有机会的。第二局，北京首钢发球，0-0。看看这一局，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好转哈？对于李佳媛来讲，从第一局只是拿到了一分，第二局这个球是蛮难打的。我感觉呀，今天从北京队来看的话啊，首钢好像这几个队员都没有进入角色啊，现在这个进入到这个状态都很慢啊，从第一场好像感觉没有活动开一样，动力不足、啊、就是这个好像没有热身一样的就上去比赛了，就完全没有进入状态。看起来我们武汉的球迷是对乒乓球还是情有独钟的，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尤其还有我的搭档像乔红啊，包括还有陈静啊、胡晓欣啊，培养了一批这个世界冠军。所以看今天的，你看这个在座的，包括我们的今天体育馆的这个观众哈，这个上座率是很高的，而且很热情。是的，武汉安心100%这个俱乐部呢，他在球队的管理，包括在这个凝聚力上，我觉得在整个十支队伍当中都是表现最好的。
看这个球啊，就是能够感觉到这冯亚兰的反手啊，他相对比较，他动作有点问题，有点虚。嗯，他动作有点问题，反手比较虚。嗯，但是恰恰呢，就是说他不占便宜的地方，就是在于女子的比赛在反手对反手，主要在反手的相持和实力球。嗯。这个球接得非常好，手腕用得很好。我们看到今天啊，现场特别火热、啊，哎，很多年轻的粉丝、年轻的球迷。其实乒乓球在近两年以来一直在努力做一样工作，啊，乒乓球人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吸引、推广、普及在年轻人里。90后或者00后的这些年龄段的青少年们，让他们喜欢乒乓球，参与乒乓球，这是对的。对任何一个体育项目来讲呢，都是希望更多年轻人继续来关注和参与这个项运动，这个运动才能够可持续发展。因为你看乒乓球啊，它有根基、有基础、有历史的这种渊源，所以。你看40岁以上的人基本上对乒乓球都非常熟悉，有感情了解，对，有情节，有感情在里面啊。对，但是你年轻一代，因为现在体育项目也多了是吧，对，年轻一代00后90后的这些青少年对乒乓球的了解就太少了。大家看到这是武汉安心100%俱乐部的教练饶静文，饶静文呢也是前国手，非常有激情的一个教练，他带领武汉俱乐部去年是获得了乒超联赛的亚军，啊，这也是创造了一个俱乐部湖北的一个新的历史。今天他们两个人主要打的是前三板，啊。没有很好的形成相持，也可能是因为冯亚兰的自己的特点是吧，他不愿意打成相持，更多愿意在前三板解决战斗啊。漂亮，质量还是很高的，这个出球的质量还是很高。11分的比赛非常快，每个人发两个球，这两个球呢必须原则上来讲应该这2分都要拿住，最差要打到1-1，否则在接发球的时候压力会过大。哦，漂亮，反手拧了。你看这个球它是有一个停顿的动作啊，然后它的手腕的身体的发力能够在击球那刹那间合力，所以它就是一个绝对高质量的接发球。嗯，好的，这球就是算死的球，开了一个长球，直接侧身打。所以观众朋友们，其实总是说这个来问这个乒乓球到底该怎么打，是不是应该说是，是来了球以后再打呢，还是说我提前有预判？其实高水平运动员都是有提前预判的，包括呢是提前预算好的，可以说我们叫算球。啊，每一个球哪个落点发在什么位置上，然后在哪儿等，这基本上是形成了很多种的套路和战术。那么我们平常呢是一遍一遍的这样把这个所有的战术打法套路给它练熟，然后呢让自己呢熟烂于心，然后有更多的这种变化，在瞬间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一种应变的能力，并不是说球来了以后才想起来该怎么样打，这个恐怕就来不及了，因为乒乓球的速度和旋转都非常强。漂亮，这球，这个球胆子还是蛮大的，对，选择的时机特别好。其实他反手这板球出的机会并不很好，而且他质量也并不那么高，但是他真敢侧身，就说明他对他的步伐是非常信任的。
好球，就接得好。这样冯亚兰1-7拿下第二局。其实邓亚萍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看到像冯亚兰这样的运动员，我们还是非常欣慰，就是这种打法的运动员给人一种希望。对，就是他打球目的性比较强，没错，能够充分的去体现他一种积极性、主动性。对，他正手的威慑力比较大，这在女孩子里头啊不多见。女孩子相对来讲呢，这个反手比较好的人比较多，而且愿意站在中间，这样的话呢，打成心诚相斥的球的这种概率会比较大。但是呢，女孩子如果像这个，正手比较好，然后步伐比较好，杀伤力比较大的这种，更多的朝着男性化发展的这样一种打法的运动员并不多，因为对他的要求是很高的。你要想正手好，你就必须要跑得快。但跑的话，在这个乒乓球训练里头来讲，步伐的训练是极其艰苦和枯燥的一件事情，步伐是最难练的，而且它是很辛苦、很累，喘不上气儿，感觉。对，这步伐不好跑。对，不好练。所以，如果说能够有这个正手好、步伐快的，其实是很难得。打出来的话，它的杀伤力是很大的。是的，我记得原来咱们有一些运动员都一天跑坏一双鞋。真的是这脚下磨出一个洞来。有时候正手好了以后呢，对于对手来讲呢，他压力是巨大，他都不知道该给你哪儿，你满台子全是你正手在打他，正手在拉他，对他的压力是巨大的。那么反过头来，他在出球的时候他要求会更高，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可能会造成无谓失误。啊，漂亮，看得出他的步伐好，从中间摆了一个短球以后直接侧身，这种步伐女孩子没有几个有。但是冯亚兰这个李佳媛呢，如果这场球她要想赢，她必须要解决掉她的这个前三板的控制力，给她尽可能对打成相持。对了，机会球，有时候高球也是很难打的，高球是真正的看这个运动员的基本功扎不扎实。正手你看第一板还可以，第二板这个球是顶的比较长，开始打瓢了，这就有种漏怯的感觉，这就足以说明他的什么呢，他的正手功底不够。是打高球有时候真的容易打瓢的。会李佳媛急需要把这个局势要扭转了，就是要破掉冯亚兰的前三板，然后尽可能的形成相斥，打回他的套路里来。他现在呢老是跟着冯亚兰的套路在走。这个打高球呢，首先是要把这种节奏控制好，不能太快，但是要踩上这个点儿。第二呢，手臂要全部拉开，发力要集中，还是要合力，要合上力。对，合上力。不要以为高球挺容易打，不大容易打，尤其是特别长顶的球，对你的这个动作的固定性、稳定性是极高的要求。的，对，多一点这样的变化，打乱这个冯亚兰的前三板，然后打回到相斥，这样的话李佳媛可能才会有一些机会。好球，很聪明，
你看他要侧身的变他正手，就多一点变化。对了，现在李佳媛啊，必须要多变冯亚兰的正手直线。对，就是要打回他的套路。对，你看他现在开始长短左右开始变化他，争取在这个关键球的这个时候啊，终局这个4-4的时候破掉他这个轮发球，这个就可能会局势有很好的一个扭转，形成相持，不要急。对，现在对冯亚兰来讲呢，确实是一个节点啊，因为对方逐渐的肯定是要跟他打实力、打相持，控制他正手的上手。对，那么一旦控制他之后，这个反手的一些漏洞就会暴露出来。对，所以冯亚兰呢还是要寻求变化啊，与其等着对方变自己，不如他先变。今天冯亚兰比较敢出手，好球。擦网，5-0。自己的发球质量不够高，我们发球最怕的就是长不够长，短不够短，速度呢又发不出来，这个球基本上你就直接造成被动。都是这个问题，全部发出台，发短球发出台让人拉，除非你是有目的的，我就发半出台球等他拉，我就来反拉他这板球也可以。就最怕的是发这个球是没有意识的，而是发出台了，这个就不对了。还是变冯亚兰的正手，哎，变正手回反手这个战术。一般侧身好的人啊，他正手大脚确实都是有漏洞的。是，这轮发球非常关键，自己拿好喽。发球没有进攻，而且还主动搓长球，这个球基本上就是直接被动。漂亮，哦，漂亮漂亮，这球顶了他好，他给到冯亚兰在相持阶段，比如说这个冯亚兰想侧身的时候，他的角度打得他顶了他，顶住他了，嗯，顶住他的反手大脚，顶得非常大，嗯，非常大。李佳媛就是要破掉他的前三板，然后给他形成相持，最起码给他有的打，打回自己的套路。好的，扛他一把。如果这个球啊，双方打到第4、第5局，冯亚兰没有更多的变化，这球他真的很被动。如果他正手的威力出不来，对，对方跟他打相持，对，他不占优，然后还顶着他正手，他正手没有杀伤力，正手的右半台大角度。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变化，你发完球之后你正手有抢了，你有先变对手。9-9关键球，胆子可以大一点。
可以再大一点，给它形成相持，开场的。吕佳园的这个反手又发球还是有点特点的，这是北京队的传统，反手的这个小小的反手的小拱球，小上旋，哎，小上旋一直发得很好。这样11-9，李佳园扳回了一局，双方在前三局打成了2-1。我们休息一下，将继续回到乒超联赛女子第一阶段第18轮的比赛。想要痛快，那就继续，跑得比痛苦还快。赶超自己，赶超10K。未来派超动感 SUV 奇瑞瑞虎七，活要不凡。Cherry。20年如一日，呵护健康，金钻品质，娃哈哈纯净水，这是我的水。人生充满挑战，用智慧征服未知。高科技驾享旗舰全新天籁，年终犒赏，好礼成双。东风日产。那么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场比赛呢，是由武汉安心100%，实际上呢是和山东，是和这个山东齐鲁交通在争第二的位置。就是虽然他是和北京首钢在打，但是北京首钢的名次呢已经不会晋级到四强了，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武汉不一样，武汉如果赢了，他就确保了在第一阶段第二的位置。第一阶段第二的位置，它有一个最好的一个便利条件，就是它可以挑对手，这是乒超联赛的一个规则。嗯，啊，就是第一、第二名，它可以挑第三和第四打。如果它打不了第二，武汉如果打到第三、第四，那就被别人挑。好球！哦，漂亮！哎呀，机会！你看冯亚兰这个正手的位的进攻啊，确实刚才戴亚平说有一定的问题。他首先在正手位，我觉得他脚下总过不去，哎，对，人有点炸在那儿，炸在那儿空的，对，是吧？手和身体分开了，对，啊，没有很紧凑近身击球，对。啊，主动变正手啊。这个李佳园这会儿呢打的这个战术啊，打回到自己的套路上了。嗯，现在冯亚兰可以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不要侧身，他要变对方，跟对方呢拼正手，就是他敢于反手变直线。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要充分的去保护自己的正手位。对。好球！哎，冯亚兰主动开始变李佳园的正手了。对了，很漂亮。这个打球呢是有套路的，比如说我主动变正手的话呢，基本上呢我就要保护我的正手位，因为对手呢是下意识的回斜线，这个球呢的概率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我们只要主动变正手，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位。
其实第一局的时候，冯亚兰的正手穿直线这个球得分非常多，对，有几个， 对他也比较注意，对，可能对方会给他正手，对，可能是这样造成了李佳媛不太敢随便想正手练了。但是你想啊，这个一场比赛有的时候打着打着人就没有，哎，就忘了，哎，就有点糊涂，对，哎，漂亮。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2016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女子第一阶段最后一轮的比赛，第十八轮，武汉安心百分百在武汉体育馆主场迎战北京首钢。这场比赛关乎到三支队伍最终的四强的排名，武汉如果赢，武汉将会获得第一阶段的第二名，他将有条件有资格来挑选第二阶段四强半决赛的对手。如果武汉要输，那么这场球呢，他有可能排在第三位，但是他怎么都能够晋级。两个人的发球权都没拿住，都是0-2，谁成3-3打到5-5。好的，球控制得非常好，所以造成了这个对手拉球的这个质量啊不够高，这板球这质量是很低的。这球真敢搏，也说明这个冯亚兰的这个球的质量发的不够高。现在到了双方的关键比分，对，从3-3到5-5、6-6、7-7、8-8，几个平局。哦，漂亮！
这会儿冯亚兰啊，不像前两局那样自己这么自如了哈，他有点这个节奏啊，被这个李佳媛啊给破掉了。现在出手的也没有这么，也没这么痛快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打一点，尽可能打一点，发球抢攻了。啊，这样10-8，双方在前四局打成2-2。那么接着双方将要进行第五局七分制的决胜局。嗯。他这个球啊，我觉得从第三局开始，后半局我觉得冯亚兰可能就不占优势了，因为他是属于先下手先入为主，哎，特点很突出，对，正手很强势，但是打到中间段的时候，对方控制他之后，你到底该怎么办？对，就这个问题他没有很好的摆脱掉。这个时候呢，等于李佳媛呢发挥他的特长了，就是给他打阵地战，更多的牵制他，然后破掉他的前三板。那反过头来呢，这个冯亚兰呢，在对方对你严加看管的情况下，在前几下看得很紧的情况下，我怎么样摆脱掉，同时呢我还是要这个，我也不要怕跟你形成相斥，因为相斥大家都有这个实力，你既然已经打到这个水平了，你其实没并不是完全不能相斥，对对对，所以反过头来你还讲，我如果能够打出前三板当然更好，如果打不出前三板，我也要有这个耐心和这个信心去跟你打相斥，然后再寻求更多的变化啊，这个都是相互的，这个时候的心理的较量一定是一定要有自己信，要对自己有信心哈。那乒超联赛呢，从本月29号开始，连续3天在安徽的合肥将要进行乒超联赛第二阶段总决赛。那届时呢，将会产生今年2016年乒超联赛最终男女团的冠军，将会进行6场比赛，分别是男女的各2场半决赛以及2场男女团的决赛。前四局很明显，就是谁打到谁的套路上，谁赢球，啊，那么看到最后的这个决胜局，谁还能不能继续坚持自己有效战术？漂亮，辩证手切记要有质量，就像这样的辩证手是对的，不能随便往正手去，尤其是不能送正手去，辩证手一定要给质量，否则的话正手的杀伤力是很大的。辩完正手一定要保护自己的正手位。这是一个拱球，对，这发球北京队，这是北京队的特长特色哈，啊，传家宝，这是他们的传家宝。我觉得最早这个像去了中国香港打球那个陈丹雷，对，还有那个谁王晨也会，太多了，对，李新燕、陶海东，哎，都会，凡是是北京队的，这个是他们特长，反手都会发这个，哎，这个小拱球很有用，有时候很难接，有时候，尤其到关键球的时候，他这拱这一下。你还真的挺难受的。其实现在对于冯亚兰来讲，就像邓亚萍说的，你相持这个环节虽然你不占优势，但你应该该横几个，你一定要该凶的该顶的，你要扛他一两个，对，扛过去其他的球你可能全盘又激活了，就是正手的威力又使用出来了，没错，没错，
这就是一个势的较量。虽然你这个可能相对是弱的，你自己心虚也是你心虚的地方，但是有的时候我给你几下子，哎，别人一看这还挺厉害的，他可能他还软了这会儿，然后你又还拳。所以这个有时候要打一点心理战，不光是在技术层面上，有时候还有一种心理层面上的一种心理的这种压力要给对手。这个发球很关键，一定要拿住。对于冯亚兰来讲，打到3-3，这样接发球再拨掉还有机会。这个发球呢，实际上质量也不是太高，对，不严密啊。旋转露台，哎，旋转也不太强，被对方啊自己能够发力加力拉出一个高质量的小弧圈。对自己是正手是真的是有信心哈，拉一个这个反手球，其实质量并不是很高，真敢侧身。这个球对于李佳媛来讲，就塞他一直线，不给他侧身拉，就塞他一直线让他跑，胆儿有点小了。这个球拉一个这么高的球还往反手贴，你直接塞他一正手。拉起来，第二板关键球，拉直线，哎呀，这个球他拉直线，他拉的是对的，但是呢，慢，这个球拉的有点慢，再加上他前面呢，对，连续拉过这个穿过直线，有准备了，对，没有打动他，就是这个李佳媛把这个冯亚兰呢给调动了，但是冯亚兰呢没把李佳媛打动，所以这样的形成了被动，即使你看他是在进攻。扣得漂亮，胆子很大，这时候敢偷长球还是要一些胆量的。正手的一个调打出界，这样李佳媛3-2战胜了冯亚兰，为北京首钢扳回了一分，双方在前两盘打成了1-1。
这样，乒超联赛第18轮的比赛，双方在前两盘呢打成了1-1。那么这场比赛，其实我觉得冯亚兰其实也竭尽了全力。那么在2-0领先的情况下，实际上他在战术的一个分配上，我想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问题。那么作为一个特长突出、打法全面，或者在比赛场上有着明显的技术的很强的优势的时候，比如说冯亚兰的正手的优势，但是前两局可能他的优势已经用完了，但是能不能把这个比例的分配，再更加合理化？可能今天的比赛对于冯亚兰来讲，我觉得胜利的可能性会更大，而且打的也不会这么吃力。那么邓亚萍，你今天看了这场比赛，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受？就像，你出去，比如说你去做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你应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是吧？你先做什么，再做什么？你上来把这个你正手你的所有优势都用完了，但是到后面你可能感觉到自己相对非常空一些哈。今天呢，我觉得两个人呢还是发挥了各自的水平的。嗯、尤其呢，我觉得呢，这个冯亚兰从一开始来讲的话，确实让我看到他很强的这样的一种特点，包括他的这种锋芒，而且像男性化的这种打法的这种靠近。但是呢，没有想到呢，在对方开始牵制他的时候的这样的应变的能力稍稍弱了一些，因为在高水平对决的时候，一定是都希望打回自己的套路，都希望打回到自己最擅长的那一个战术里头。那么相对来讲，在2-0领先的情况下，从第三局开始，李佳媛呢就明显的摆脱，开始控制他前三板，然后形成更多的相持球，然后主动的变他的正手位，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冯亚兰的这种应变的能力不够快，对，而且呢，我觉得在他们两个人到最后的第五局的情况下来看呢，我觉得这个冯亚兰的这个处理球上啊还不够细腻，没错，但是在心理上我也想给大家沟通一下，介绍一下，就是整个这场比赛实际上对北京首钢来讲，它的价值就赢的价值和输的价值并不是太大，但是对于武汉安心100%来讲，这场比赛就是争第二的一个一场球。那么这场球如果他赢了之后，他就有资格有权利在第二阶段去挑选他的对手，比如说第二阶段的3-4名，第一阶段的3-4名由你来挑，你可以挑第三也可以挑第四名，就根据你个人的需求或者你打法比较对口的一个这个选择。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就是说从心态上来讲，北京首钢更轻松，所以在后面李佳媛的3局球都能够让我们感觉到他还是非常松弛，或者说他没有太大的包袱，正常去发挥，正常就把这个3局球就拿了回来，这个跟心理上的关系也是非常大的。可以这样讲，但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呢，就是那个李佳媛到最后是一直接逆转哈，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在好的运动员当中一定要及时的去总结，今天不管今天是谁赢还是谁输，其实这场球都是非常值得去总结的，因为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和局数领先的情况下，我怎么样去处理，在我局数落后的情况下，我怎么样去翻盘，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反思和去总结的。那么现在目前的第18轮的比赛呢正在进行，其中呢现在排在第4、第5位，比如81京博这个俱乐部，它是11胜6负，现在并列第4，另外还有深圳大学这个队伍，他们都是有机会去争夺4强的，还要看今天最后一轮。最后一轮因为同时在进行，分别还有就是山西大土河对深圳大学、山东鲁能对四川穹隆俱乐部、81对山东齐鲁交通俱乐部，那么这几支队伍我觉得在最后一轮一定会竭尽全力，那么把前面所有的这种最好的状态发挥在今天的第18轮。我们也期待呢今天的整个比赛之后能够给下一阶段总决赛打下一个最好的一个运动员的一个竞技状态的基础。那么接下来这场球呢将会进行双打的比赛，双打呢是由奥运冠军、大满贯得主丁宁出场，因为丁宁前一段时间一直是有伤病，另外呢回到北京之后呢，对于他的整个调整，对乒超联赛的整个成绩都会有一定的影响，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今天呢，丁宁和盛丹丹对刘高阳和冯亚兰，盛丹丹呢是北京队重点打造培养的运动员，这个运动员的技术综合能力非常全面。那么北京队出来的运动员，他都有他的传统，就包括像刚才这个邓亚萍说到这个反手的小拱球，包括北京队的这个相持球、实力球的能力是确实相当突出的。对，每个队都有他自己的特点。双方的第一局。
大家看到和冯雅兰配合双打的叫刘高阳，刘高阳呢，这个运动员今年20岁，他曾经获得2014年青奥会的女子单打冠军。那么丁宁呢，在今天是打一场双打，但双打的这个能力啊，和单打还不一样。就是说，双打比赛的过程当中，它不足以完全体现个人的整个的这个技术水平。对，它要求的技术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的。这个双打的这个球呢，更需要细腻，在发球和接发球这两个轮里头呢。更要对这个球的一种旋转的理解、控制力，啊，就是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手法，因为他在发球、接发球，他都是半台，所以要求呢，我们就是要对球的这种控制力，发球的这一方呢尤其难，因为对方是站在半台上接你的发球，你没有更多的变化，所以在这个时候，对发球运动员来讲的话呢，是压力是巨大的，所以在我们挑边的时候。开始比赛，哦，漂亮，哇，漂亮！精彩，这速度。对，在我们双打开始挑边的时候，谁发球和谁要哪一边的情况下，一般来讲都要接发球，但是在单打的时候，我们都一般先要发球，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双打的发球难发，因为接发球更占便宜一些，更占主动。丁宁用一个假动作晃了一下对手，6-8。漂亮！我们看到这场双打，两人水平呢？都非常高，冯亚兰和这个刘高阳的配合，以及丁宁和宋丹丹的配合，都又有些相似的地方。擦网，6-9。
那现在这场球啊，武汉安心百分百，一是占据主场的优势，二呢，今天呢，北京也没有派出最强的这个出场的阵容，所以武汉现在呢，从整个形势上，是非常好的，因为他这场双打如果一旦拿下来之后，刘诗雯将会对李佳媛，这也是一场比较上风的球，所以这场双打的第一局也非常的关键，啊，就看冯亚兰和刘高阳的整个这种配合。总体两个队，我觉得总体实力差不多，这两个双打，对，就是看谁有些相近，对，看谁的这个在处理球上面更合理一些。漂亮的球，就给的质量不够高。哎呀，漂亮！保地的一板正手，这个球胆子很大啊，反拉，侧身反拉。其实这个球发球质量不高，滑出台了已经。这就是高水平运动员在应变的这种能力很强。15-11。可惜啊，这个球出台了。其实这个丁宁这个球发的质量很一般，这个球已经拉起来，这个球很有点可惜。线路打的还是对的。嗯。双打主要是就在发球接发球上面。大家要做足这个发球接发球的文章。这个不好，这个球太高了，太简单了，而且还随便送人正手位。丁宁站在那儿拉这个球，漂亮！冯亚兰的侧身拉直线，刚才已经冲了几个了。这一局里头，确实对他自己的侧身正手拉球啊非常有信心。他也有真有数，他还真有数，命中率很高。这样14-12，冯亚兰、刘高阳先拿下了第一局。比赛呢？打得也非常的紧张，这个比分很激烈。双方运动员，打法风格包括搭配组合的技战术呢都很相似，一左一右，都属于旋转质量比较高的运动员。但这一局呢，我觉得这个丁宁呢是确实打到了几个搏杀球哈。而且是这个非常高水平和质量的这个球，但是这种球其实要少打，因为这种球相对来讲的话呢，你的把握性并不是很大。因为像刚才那种倒地反拉，这个要求太高了啊，所以他尽可能还是打一些相对于把握性更大一点的，但是能够互相的衔接更快一些，
给彼此创造更多机会的这样一种球，不要这种实在没有办法的这种这个搏杀的球，这样打的这个会没有把握的。对，多打一点相对来讲正常的一些球，不要打这种非常被动当中还要去打出超级波的这种球，这种压力太大了。那丁宁在这场比赛当中，他必须，要有一些杀板的技术，因为他和盛丹丹的配合，盛丹丹的整个杀伤力就弱一点，啊，主要以相持为主，所以丁宁有时候他得打得更凶一点，他得打得凶，好球。这球凶得过头了，对，这球机会不好，而且呢他整个找的这个点拉手的时间已经有点晚了，顶住之后是很难发力的。好像整体感觉这个冯亚兰和这个刘高阳这一对来讲呢，这个配合的好像更默契一些哈，他的这个连接球打的好像更让人是流畅一些。这个丁宁跟盛丹丹两个人呢，有时候好像一愣一愣的，就像我们打球好像他不是很娴熟，他转的也不是很快，一愣一愣的打球，说明他们平常配合可能配的也不是很多。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16年乒超联赛，女子低阶段第18轮的比赛。这场比赛之后呢，将会产生女子在第一阶段18轮90场比赛当中的4强，将会在29至31号在安徽合肥进行乒超联赛第二阶段淘汰赛总决赛。主动球失误啊！好的，这盛丹丹啊，尽可能还是要多给丁宁创造一些机会。一个呢，尽量的不要自己失误；第二个呢，给丁宁多创点机会，这就是他的任务，他就完成了。剩下的就是丁宁来了。对，而反过来讲，刘高阳也要给冯亚兰多创造一些机会，就是他要需要控制。但是刘高阳的质量还是蛮高的。是，质量蛮高，但是最后一把正手的杀伤力还是冯亚兰得分率比较高。那倒是。所以他也尽量去加强自己质量，同时也给冯亚兰创造正手杀板的机会，拉起来。
整体到目前来看，丁宁跟宋丹丹他们俩的无位数有点多了。其实对方也并没有有很强的这种杀伤力，但是自己失误过多，还可以再打得稳一点，还可以再稳一点。每一板球啊都显得这么敏感，其实这个球完全可以再从容一些反过去。那丁宁反手的底线长球拉起来得分了，10-8，8-10。好球！这样双方在前两局就打成了1-1，稍后呢将会进行双方这场双打的7-制的决胜局，稍后见。金立 M6 手机提醒您，精彩赛事稍后就来。我这手机内置安全加密芯片，做人做事安全第一。内置安全加密芯片，金立超级续航手机 M6 Plus。 中国劲酒提示您收看周末精彩赛事，热爱女排精神，相信中华力量，华晨汽车，中国女排官方合作伙伴，中华全系优惠，最高20,000元，限时抢购中。想要痛快，那就继续，跑得比痛苦还快。赶超自己，赶超10K。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接着为您带来乒超联赛，这场第18轮，双方第三盘双打的第三局。其实这就是一个经验问题。你看刘高阳这正手，本来是在手上的球已经在进攻了，你没必要这么着急，你把球拉着拉断就够了。对，对，都有点发死力哈。对，感觉就是太急吼吼的了、现在最重要是命中率。哎，你看这种球你停顿一下，啪一拉，是有把握的，不用太着急。好球，现在啊，在7-制的时候，也相当于金球制，就是你看谁能够先上手啊，谁能够保证一定的质量，对，谁就能够得分。对，现在防守最难。对，这个质量不一定是一板过，啊，不要一板过。这个时候，用个7-8的力量，尽可能有一定的质量打好落点，因为双打的落点很重要，因为它是两个人一人一下，他必须要跑动。那么而且他互相要让位，所以呢两个人的这个落点盯住了以后是很起效果的。好球，漂亮！哇，你看这个球，刘高阳非常精彩，还是太着急了。其实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质量非常高。对，年轻运动员就是需要这个球推得漂亮啊。刘高阳应该在
沉下心来，这球哪怕摁一下，你不要着急，没把握，稳一点，是吧？只要保持这种度，就不要太凶，也不要太稳，你中等力量把球打过去。但有的时候关键球的时候，这谁都想发力呀、啊，拉大手发大力，哎，就容易动作走样。就是对，调打，正手发力，这种球，刘高阳，你现在就是说，年轻人，你给冯亚上台创造机会，上台，对，你不要自己发大力，你可以发力，但是一定要有控制的发力，能到台子上，最好中等力量，因为现在一发力这球就调了，就动作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对。要求太高了，一板就想戳死丁宁，那怎么可能呢？就心态很重要，再怎么紧张，你面对的再强大的对手，还要有一颗平常心，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嗯，冯亚兰的发球侧旋漂亮，这个时候就打着心态，谁都想赢，谁能够更好的控制自己，人别架起来，一定要松弛，回短起来拉起来。对了，你看现在谁上手谁得分。嗯，这时候冯亚兰啊就要找准机会，尽量的多用正手来抢拉，把握性呢也比较大，质量也比较高。北京首钢的教练呢，一是郭燕，另外呢就是严指导，严永国是严安的爸爸，严安的父亲。严安呢在山东卫桥，他是一直和马龙搭班子打乒乓，今年呢还在了第一阶段的第一名。我觉得现在打到这个比方，就是说和年轻人运动员搭配，就一定要引导他，一不能太稳，二也不能太凶，是吧？能不能考虑到中等力量，注意控制，胆大心细，对，该出手坚决要出手。对，对，对，年轻运动员其实现在第一保证的是上台，来短，那上台、上不了，真上不了。这个球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球，没有道理失误的。这就是上台，像你说的，上不了台，上台不那么容易。打到关键球的时候，上台真的不容易。是啊，难在这个地方，心里的比重占得很大。拉起来。啊，你看两分球。这样7-5，冯亚兰、刘高阳，我觉得现在可能背后还是冷汗，拿下了这场双打。所以像杨颖，咱们那个时候比赛的时候，教练到关键球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战术，上台就是上台，把球打到台子上。我记得是你说的最多的就是上台上台，不管是双打还是单打，你给自己的这种暗语，这种自我的提示，就是一定要上台。刚才你也说了，上台并不容易。其实这两分球到5-5的时候，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上台确实非常难啊，你又要出手，要胆子要大，但是你还不能犹豫。对，这时候你就觉得每一个球过来都像烫手的山芋。确实，关键球确实是非常考验人，非常考验人。九。有两面，一面是架，一面是枝。饮酒是感性的，选酒是理性的。我说这酒柔，都说这酒枝，今见难，这酒枝。
你在每一个奖杯后面，伴随我生命的每一天。你在脆弱时给我力量，默默地把所有掌声送给我，为我包容所有，无惧一切。你就是我的英雄，敢为英雄。梅赛德斯奔驰 GLC SUV。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好，观众朋友，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到武汉安心百分百借助主场的优势，以及今天啊北京首钢他的派人没有派他最主要的这个阵容，那么这样武汉呢就以2-1领先。那么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说这场双打其实起到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作用，就是双打一旦武汉拿下来之后2-1，第四盘的单打就是由刘诗雯他的一单对李佳媛，但是李佳媛刚才呢是战胜了冯亚兰，和刘诗雯的这场球也是双方第一单打的较量。在前段时间我们知道刘诗雯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团体的冠军，但实际上刘诗雯个人的能量还没有真正的释放和爆发。刘诗雯的四次获得世界杯的冠军，但是奥运会像大的世锦赛的比赛，她还没有去真正达到她自己理想当中一个最好成绩。我想今天对刘诗雯来讲，这场球她也会竭尽全力，而且刘诗雯的这种技战术，她的确有她独特的特点。你对刘诗雯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邓亚萍？对刘诗雯呢，是这个速度非常快，有自己的这个特点和锋芒。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刘诗雯呢这个力量稍显弱了一点，但是呢她因为她可以用她的速度和用她的灵巧来弥补她的力量的不足，绝对力量的不足，所以在女线里头她仍然还是一个相当这个有实力的这个运动员。但是呢确确实实呢，这个从目前来讲的话呢，她的竞技状态还是非常好的，从刚才的第一场球跟我们这个年轻的运动员你可以看出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运动员哈，就水平也不在一个层面上。但是呢看看这一场球，刘诗雯对李佳媛这场球，两个人的打法也比较相似啊，两面反叫右手都是。那么他们俩看谁比谁快，啊，看谁比谁落点更加刁钻，而且呢更加有应变的这种能力。因为两面反叫又是右手，其实很难打出变化的。这个时候其实更加考验的是你整体的实力是不是足够强。再者呢，就是刘诗雯。他今年转会到武汉这个俱乐部，对他来讲，我想也是有的相对比以前的压力要更大啊，因为毕竟他转到这个俱乐部来以来，他一定要为这个武汉俱乐部打出他的最好状态和的最高的胜率。目前刘诗雯的胜率呢是23胜7负，在单打的排名榜上排在第三位，排在第一的是朱雨玲，29胜2负，陈梦是20胜9负。从开局啊，我们看到刘诗雯还不一定能够打出自己的那种快速啊，因为他俩打法太像了，优势，很难打出自己的特点，因为他俩打法很相似，所以今天看谁快，看谁有变化。我觉得刘诗雯还是要从变化，从调动上。对，那李佳媛，我看他站在中间站得挺稳的，对，要调动。
个小上旋球挺难受的，它是一拱，你这个又不敢使劲发力，你一碰它直接就撕你。这个球刚才刘诗雯就是碰了一下以后出界了。你看这个球，刘诗雯在正手啊，他是把这个球带点钩子，嗯，他兜了一下，再加了一点摩擦，嗯，球拉的呢比较轻，比较短，让对方呢借不着力。好球，落点变得很快。观众朋友们，可能您刚刚打开电视机，您看到的是2016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女子第一阶段最后一轮比赛第18轮。是由武汉安心百分百俱乐部对北京首钢，这场比赛呢是在武汉体育馆进行的。这场比赛的胜负呢也关乎着最终第一阶段乒超联赛前四强的排名和争夺情况。目前呢，山东鲁能俱乐部已经晋级了前四强，所以今天这场球如果武汉能够取胜的话，将会获得第一阶段排名第二的好成绩。同时呢，这场球北京首创的北京首钢的胜负也关乎着其他两支俱乐部的最终的排名，第一阶段还有这个山东齐鲁交通以及八一金博。男子呢现在已经产生了第一阶段的四强，分别是山东魏桥、八一大商、霸州海润、上海中兴这四支队伍进入四强。变直线掉了。那么乒超联赛第二阶段总决赛将会在本月的29至31号，3天时间在安徽的合肥进行争夺。31号将会产生最后乒超联赛2016年的最终男女团的冠军。还希望您能一起关注今年乒超联赛最终的冠军。从这一局来讲的话呢，刘诗雯充分发挥了她自己的应有的这样的一种特点，就是速度就是不比你快。而且呢，它的变化，尤其呢，它的落点的变化是很快的。它呢，不是这个一个劲的对给你的这个反手位，而是中间反手两个大脚，它的变化很快。所以这就是一个好的运动员对于场上的这样的一种比赛的阅读的能力。他知道这个李佳媛的反手很强，站在中间站得很稳，但是因为你站得很稳，他相对来讲他的中间出来机会以后调动他，那么他就可能会给他带来机会。所以这个呢就是刘诗雯比他的变得要快。那么对于李佳媛来讲的话呢，前面开局打得还可以，打到6-6，连输了5分，这个球值得非常值得去好好的总结，为什么到最后自己发球两个球都没有抓住。所以在第二局这个里头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好的办法。对，说刘诗雯的球呢，从内容上来讲要比李佳媛丰富很多，看似都是右手横拍两面反脚，但刘诗雯的这种旋转、这种节奏的变化，还有场上战机的把控，对，我觉得她的比赛经验肯定是远远高于李佳媛的，更细腻一些，打球的节奏控制变化，包括对落点我看这个刘诗雯打球很聪明，说经常这个落点变化的，包括他的这个弧线的变化还有高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因为前段时间刘诗雯呢也被暂停了国际比赛，肯定也有一些原因。那总之我想呢，运动员其实有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些瓶颈，他会有一些茫然期，
会的。嗯、比如说他对自己的这种要求原来可能会更高一些，但是随着时间的这种消耗，那么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那这时候他是不是能用一个非常积极的状态去面对？如果他不能够完全做到，我们比如说教练组啊，比如说这个队伍啊，也会帮助他。总之是希望他能够在下一个奥运周期，也就是现在这个周期了，开始了新的四年，嗯，能够用最好的状态去迎接竞争和挑战。漂亮，快，那个球现在出手那个瞬间很快。卢诗雯的最大特点就是她动作短促，很小，但是她的球质量很高，球也很壮，加摩擦加速度，这就说明她的手腕力量很好。对，漂亮的球。现在李佳媛的球呢，可以打得更加粗暴一些，简单一些啊，完全是以实力或者多一些这种搏杀，多一些凶狠的技术来对抗刘诗雯的变化。你看，相对来讲，李佳媛的这个落点呢，盯得就不够死，她基本上盯不住这个刘诗雯的中间位。盯盯就漏掉了，要不盯到他反手位，要不盯到他正手位，他就盯不住他的中间位。所以这个对打球要求的这种精准性啊，他自己啊还需要可以再提高一下。这个球呢，还是刘诗雯占据，从整体实力上来讲肯定是比他要强。对，打球的节奏、精准性和目的性，都比他要好，综合能力要好于他。那刘诗雯个人不出太大的问题，对，对方呢也正常发挥。如果对方要超水平、凶狠的有一些搏杀，刘诗雯呢在把控不了这个球，还会有一些浮动。我们看到今天啊，最兴奋的也是最感谢的，就是现场的这些球迷朋友，确实是非常激动啊！这也是乒超联赛，我觉得在主办承办方啊，要培养这样的球迷，培养这样的主场。乒乓球之所以能够发展的这么好，我觉得就是跟我们的群众基础，跟我们这么多的球迷这么多年一直的这种支持，没错，和参与，包括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爱好者，打球都打得很好，我觉得跟这个都是有关系。因为有更多的人参与，有更多的这些孩子愿意去打球，没错，我们才能挑到更好的苗子。是的，佳丽漂亮、哎、送了他，变了他两个了，这个球已经得了两分球了，这个角度非常大，所以刘诗雯要注意了，保护一下自己的正手位，对方肯定是要有胸脖的。看到冯亚兰也坐在场下，那冯亚兰比如说跟刘诗雯他俩人在做一点比较，我就感觉他的球啊稍微简单了一点，太粗了，太粗，对，但是很有观赏性，对，看起来好看啊，全台跑，正手全台冲，那一旦你冲不出来的时候，对方给你控制之后，这就是看你自己的这个变化的一些手段和空间了。是的，这样11-5，刘诗雯拿下第二局，现在刘诗雯2-0领先。那么在双方第一次交手的时候呢，是北京首钢赢下了这场比赛，这是双方在第一阶段的第二次交手。但第二次呢，北京首钢这个队呢，他主要是没有派出他的最佳阵容，所以现在大比分包括形势是武汉安心100%2-1领先于北京首钢。那乒超联赛呢，是从今年的10月15到最后一场球
产生冠军是在12月31号，也是2016年的最后一天。那总决赛呢，它这个赛程赛制还是非常集中的，它把这个男女的各两场半决赛，包括男女团的决赛，都集中在这3天来进行。为什么这场球武汉安心100%的心理上的压力，包括他想赢的这种欲望会更强，就是因为他现在在争夺最终排名的第二名，他如果排在第二名呢，他就可以挑选对手，第三第四不管是谁，他可以挑选他比较喜欢打的一个对手。但你要打到第三，你也进4强，也进第二阶段，但是你没有资格挑了，你就只能被第一第二名挑。我看到李佳媛啊，这个运动员质量很高，但是他的正手，你看真正他能够做到的，或者他真正的功夫是不是能够练到位，还没有达到那种功底。相对来讲，正手还是缺少一些杀伤力的。是的，那正手好的人啊，我记得以前你看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李菊，正手真的是只要到正手的球基本不漏。有数有把握。这李佳媛像对刘诗雯这样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他就搏杀，要把刘诗雯的节奏打乱，他跟他四平八稳的这样打，他对不过他的，他速度没他快，变化没他多，这个时候就是应该打一点超长的球，把对手打乱，这可能才会有点机会。你像这种球，他完全压着他打，他一点机会都没有。但有些运动员他确实是搏不出来的，因为他没有这样的球。就像刚才的这个冯亚兰，他有这种球，他有搏杀的球，而且力量也很大，步伐也有。搏杀也需要能力。是的，你像这个李佳媛，他都是打四平八稳的球，你让他搏杀他很难，他没有正手这种能力。佳丽，哇，就是他漂亮，就是比他快。你看刘诗雯这球根本没怎么感觉使劲儿，但是他这个腕力很顶，非常顶。你看都顶他，多顶他，侧不了身，没机会，打不出手。这运动员还得有内功啊！你看同样动作，但刘诗雯就能打出这种高质量，别人就打不出来，是因为他有内功。他身体的力量很重要，他内在的功力很重要，手腕的力量也很重要。就像我之前我曾经想过，就是乒坛的常青处，瑞典的名将瓦尔德内尔在90年代后期，他这个发球的变化真的是让人琢磨不透。是，但是他想，大家都在传，都在想，我没和老瓦交过手，我在想老瓦的发球得有多转呢？他们就有一个比喻，就太转了，瓦尔德内尔发球太好太转。那大家又在想，他的发球为什么那么转呢？哦，是因为他手腕的力量大，他用力可能更加合理，有一种神力在里面，所以这个技巧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到，所以发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想发好不容易。那反过来呢，就是刚才邓亚萍给大家也介绍了年轻小将李佳媛，今天啊，他这个球就是要加强全方位的搏杀，打出一些超常规的技术。所以这搏杀就是需要能力，你看他的正手他没有这个能力，他的步伐不能到位，手法不能有这个力度，反手还可以，但到正手的时候，你看他大臂推的太多，正手一看就是属于软。对，
漂亮。啊，这个正手侧身位。刘诗雯的这整个判断、反应、转换都很快，嗯，很紧凑打球。正手还是有，确实有漏洞。正手是想到了，但是他的做不到，他的动作控制力不够，控制力不够，打着打就瓢了。这样，刘诗雯1-3。3-0拿下了这场球，为武汉安心100%拿到了第四场的胜利。这场比赛呢，就是武汉3-1获胜。好，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比赛最终呢是武汉安心100%拿到了胜利，而且呢他们如愿以偿的获得了第二的位置。目前呢女子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山东鲁能朱雨玲、李晓丹这个俱乐部肯定是获得第一名，接着就是武汉安心100%俱乐部获得第二名，接下来就是山东齐鲁交通、81京博控股以及深圳大学这三个队伍将会产生两个队伍晋级到第二阶段的四强。那么其他呢，下半区的下半阶段的一些队伍有山西大土河，包括四川俱乐部，相对是比较弱的一些队伍。我们看到今天的比赛，刘诗雯还是技高一筹，并且呢确实他比看到的大家一线参加相对普通一点的运动员，他的技术、他的能力、他的整个状态还是要远远好于其他选手。所以对刘诗雯来讲呢，在前一段时间或者说是遇到一些挫折，或者说没有参加里约奥运会的单打，其实对他来讲，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个过渡期，一个转折的时期。那么新的四年已经开始了，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期待刘诗雯在下一个东京的奥运周期，我觉得他能够如愿，因为他其实付出了很多。那么在从他的莫斯科世乒赛的失利到现在已经很多年过去了，丁宁走出来了，丁宁也失利过，但丁宁走出来，但刘诗雯呢，他对自己的要求实际上还是要冲击这个世锦赛，包括奥运会的单打的这个金牌。但单打今年他是没机会的，所以运动员有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挫折，和自己的心理想中的这种方向不一样。邓亚萍，你觉得就是在这个随着时间推移之后，他怎么才能重新的让自己的这种激情再重新出发？嗯，其实每个运动员都有顺境和逆境，都有可能非常好的状态和相对低落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从这个刘诗雯本身的打法和他自己的这种实力和他的潜质来看呢，我仍然对他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嗯，那么对于刘诗雯来讲的话呢，这个我觉得在他除了速度和他的变化这个优势之外呢，我觉得更加需要的是培养自己更多的这种杀伤力，是尤其要培养自己正手得分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和手段。嗯，我觉得如果说能够把自己的正手位、把自己的步伐甚至于自己的发球再能够更好的提高一下的话，嗯，我觉得他离那个心目当中的冠军和他心目当中的那种世界单打的锦标赛的冠军和奥运会，会更近了，我觉得会离得更近。其实我觉得邓亚萍就是说，每个运动员都会有这种瓶颈时期，包括你本人。我记得你在1996年奥运会之前，其实你也快崩盘了，你无数的输，只要一打比赛就输。但是输完之后，最后你在奥运会当中又可以了，就又找回了这种最强大的自己。就是你有没有就是说快崩溃、快不行的，但是后来人又回来了，状态又回来了啊？当然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是怎么回来的，我想问问。其实我那个时候呢，我也是在奥运会之前呢连续输，输了很多场球，输王晨、输李菊、输乌娜，对对，都输了。对，我输了很多，尤其是队内啊。嗯，尤其对外确实是没怎么输球，但是队内确实输了几场球。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呢是在技术上要有所突破。嗯，还是要在技术上要有真正的杀手锏，要有所创新，而且敢于创新。有的时候运动员越到高水平的时候你越保守，为什么？嗯，因为你平常老要比赛，你比赛到底
用的新的技术能不能赢，你可能自己确实有问号。嗯，但是即使是这样，你还是要立足于创新，只有创新的打法，不断的创新，才可能有更多的惊喜，可能够让对方能够摸不到你的这种战术和这个技术。嗯，所以我觉得对于刘诗雯来讲的话呢，他要想更好的突破，唯有创新才可能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是的，太好了，我觉得说的太好了。因为每一个运动员，包括像王楠这样大满贯，他可能在这种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也是需要创新。因为只有创新才有生命力，没有创新只有停滞。因为原来的技术已经是保留了，对，但是你必须要往前走。那么好的观众朋友，今天的这个乒超联的赛18轮的转播呢，就基本上全部结束了。我们呢将会在下周29号在安徽的合肥连续3天为您带来乒超联赛的第二阶段总决赛的直播。我和邓亚萍极有可能到现场去，在现场为您带来乒超联赛最终的这个决赛以及冠军的争夺战。还希望您在电视机前守候乒超联赛，守候我们所有的运动员，也观看我们的国球，也参与乒乓球的这项运动。对，嗯，那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也感谢邓亚萍能够持续的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谢谢，持续的跟进乒超联赛，并且到前方去和我一起为大家带来乒超联赛的现场直播。观众朋友们，再见。再见。